飞扬巨类别土豪金双翔之影，被誉为金枪不倒的人民日报新大楼，相信只是强国人先识欣赏啦，都是睇翻啲专业啲嘅把啦。有建筑界奥斯卡之称的世界建筑节，今个月初在新加坡举行，选出本年度最佳建筑物。呢度唔只有土豪金，仲玩埋其他色添。但最正是屋顶有公园，够晒环保啊！外边就是冻冰冰的雪地，里面就是暖粒粒的橡木建筑，加埋啲自然光，喺度做嘢都零舍醒神。呢度又叫蓝色星球，个 look 够科幻，仲十足个漩涡感，拉你入去神秘嘅深海度。去旅行梗系想住间靓酒店啦，伦敦呢间酒店将天然光引入房间，得闲仲可以喺花园晒下太阳，叹下茶，够晒 relax 啊！洛杉矶呢栋五层高嘅 apartment 原本系八十几年历史嘅 YMCA 大楼，2009年改建俾穷人租住，好有意义噶。强国都有型格建筑嘅，天津呢间博物馆会喺2015年落成，设计系以海星同珊瑚做灵感，啱晒主题啦。